哇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不能玩《生化危机》了，看到了吗？我们今天不能玩《生化危机》啦！他居然是没有存档的，哎呀，BOSS 战他居然没有存档的。看看啊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哎 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怎么这么坏呢？哎，这边怎么能跳过啊？好烦啊！哎呀，好烦啊！我就想到我昨天那两个要再重新解一次，我就要疯了！啊！好，K 笑。Se odiasse tanto papo, tabaliesa, saú vareia. Dado qui, Kiko.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就。我们就很悲剧的，很悲剧的，我想想看啊，哎，不对，要先把它推下去，要先把它推下去。哎，拉丁啊，我真的今天本来是想要满足你的要求玩《生化危机》的，可是你也看到了呀，这真的不是我能控制的，我也很痛苦呀。我也不想的，对吧？真是太黑心了，这个大绝招是什么鬼？大绝招是就假装我已经过关了，这个吗？自从我使出一次这一招以后，我每个游戏都在用这一招了吗？不行，这个游戏我是可以过的，好吗？我们不要这样，这个游戏我是可以过的。我们不需要想象，我是真的可以过，只是我需要一点时间。可能还需要小怪兽的配合。哎，我好像都放太那个了。不给你。但是我想，毕竟我们是有昨天的游戏经验的，我觉得我今天要过应该还是没问题。
哎呀，为什么一直往底下丢啊？气死我了！而且毕竟我今天现在是这个有经验的，然后又有充分的时间。我说我今天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玩。好好好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就组织傻子过来。让他临死前给他一顿粗暴。下去吧。他被推下来之后他就呆了，怎么被推下来了呢？然后发现这里是一个陷阱。我跟你讲，你明天就可以看到了。我觉得现在最需要安慰的人是我吧？怎么看？我觉得最需要安慰的人都是我啊！面对这个情境的人是我哎、欸，要重打一次的人是我哎、欸，哎呀，要崩溃的人是我哎、欸！你有什么好安慰的吗？我又被残忍的攻击了。啊！我没来得及跳。觉得跑步速度我是怎么都跑不赢的。完全没有任何攻击手段。可怜的小男孩。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呢？哦耶！这次很顺利嘞。哎呦，就说有昨天的经验。哦，再来是另外一边。神秘的祭坛，接下来这不不不不不，他来了。
这边看一直看不太到，看不太到画面。我又被咬了。这边不知道为什么会看不到画面，看不到。哎呀，不要再咬我嘞！感觉跑另外一边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哎，另外一边的按钮在哪？找不到另外一边的按钮，真是很糟很糟的。不要再咬了你，别过分。警告你，不要再咬我了呀。哎，按钮是在哪呀？还是说按钮是在那一次，是在右边这一次？我跑错边了吗？会不会又被抓了？哭了。试试看，女儿，你不要过来。坚强的小男孩，啊，被咬了！往好处想，我已经看到路了。这样攻击还能够坚强的活着，他为了他心爱的机器人真的是做了好大的牺牲。被咬，我昨天过这边的时候其实没有过很久，我昨天过这边的时候他运气很好的，他居然放了我一马，所以我昨天过这边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很久。但我觉得他今天可能是想说，哎呀，反正时间还这么多，就不需要放你一马了吧。哎，我都下去了，我觉得我下去了呀，我觉得我已经跳下去了呀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我都觉得我已经跳下去了呀，讨厌！你又过来，你又过来，好痛啊！不要咬我！
追过来啦！哎，我已经下楼了，你混蛋！哇嘞，他已经跑了！哎呀，我已经下楼了呀！他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明明下楼了。他还在那边等我，他居然还在那边等我。好，我真的下来了，你不要再这样子哦！我真的下楼了哦，再咬我就犯规了哦，混蛋！你太过分了！好，我要用正义的剪刀制裁你！哈哈耶！对，他这边会稍微放我一马，他会让那家伙这边多揍人。那我终于过了这个环节了，接下来我们就一鼓作气把这个天梯给爬完。我感觉我只花了不到昨天一半的时间，但是现在要找到路上去也是一个挑战。因为这家伙还跟着我呢，对，跟着我。好，露娜回来啦！露娜就是那个钥匙，哎，这个我们昨天已经翻译过。反正这个露娜就是搞定这个怪物问题的钥匙，所以我们先要背着露娜往上爬。正确说起来，应该是露娜抱着我往上爬。好，我昨天跳这边也跳了很久，这边也不好跳。它这个走直线居然有障碍，不能好好走直线。啊！不要。这个家伙走直线是有障碍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跳板是直的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走直线，他走路就是会歪歪的，就是会摔，真的是。也是要跳一下，接下来呢，往这边吧。哦，我要到另外一边去，是吗？
这边有一个凸出来的小木条啊，很小心的踩进去。这边有个轮胎，嗯，我要不要踩这个轮胎呢？好像要，哎，好像不用。哦，原来不是往上爬，是往前走。哎，好。哎，这是往回走咯。哎，有很多个要开的钥匙。嗯，那个怪物是怎么过来的？这两个东西往上飞了，然后呢？我再走回去。这些是什么呢？神秘的魔法阵吗？前面有一个，那边有一个，不知道怎么拿。先往前跳吧。这边有一个。看哦，感觉这个可以。那我跳回去嘛。哇嘞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这边有没有冷却的果子？我记得前面之前不是有冷却的果子吗？哇嘞，门关了。有一个这个，哎喂喂，哇塞，哎，嗨，我在这。啊，被咬了。好痛啊，我应该等他跑远一点我再过来啊。哎呀，好痛啊。快进传送门来咬我呀，你笨怪物。怪物在哪呢？咬我呀，快来追我呀，我在这里呀，有种你跑快一点啊。他是不是原地踏步？他根本没有在跑步，混蛋！那怎么办？我要理他吗？还是就不理他？他会不会是骗我的？他其实根本过得来。我回去看看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门是开了的。你咬就咬吧，我们开了，你随便你怎么咬，我要往上走了，这样你就咬不到我了吧？出现了一个，这是干嘛的呢？但我其实还有蛮多还没有开耶。
吧，他都来了，先走这里好了。哎，不对啊，这边没有地方走啊，怪怪。看看哦，我应该是要想办法到上面去。可是还是先啊，我不小心摔了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传送门救我。我离传送门就差一点点，好血腥的画面。哎，哇塞，他又来啦。简直不能好好玩耍。哎呦，快跑哦。真是的，这个没跳好，真的是。好，接下来那边那个怎么拉呢？等下再想好，先搞定这边。还有他们到底对别人的水塔做了什么？他们到底把别人的水塔改造成什么生化武器了？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哼！跳！旁边。是拉长这个管子的长度哎，但这对我的现况有什么帮助吗？我现在应该要怎么拿到对面的我要怎么开到对面的呢？没有拉环了呀，直接跳过去吗？这个距离 OK 吗？试试看吧。可以的。哎，等等，我掉坑里啦！救命啊！快快快，楼梯！啊，这个居然是悬空的，它居然没有完全贴墙。哇不！好痛啊！哎呀，我都为它感到痛。虽然说是我害他摔的，但真的是有过痛的呀。跳不准，
哎呦，他设计的躲藏地点也太少了吧！哎呀，这个是真的是，这应该是可以跳过去的，只是我真的是技术不好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哎，好好好，开。好，接下来，这有办法直接跳到旁边吗？我觉得好像不太，我觉得这好像有点太远了、哦。我觉得这好像没有办法直接跳到旁边。嗯，感觉有点远呢、欸，是。也是要试试看吗？感觉从第三个屋顶那边比较好跳。哇塞！废话不说，快跑！哇，追来啦！吼，完美的一次闪避。跳得好就过得去，跳不好就死。好，感觉从这边跳才跳得过去，先跳这个吧。好，这次很好，跳得很好。然后我是不是得再跳回去啊？救命！诶，他居然冲过头了，但是我有机会逃脱吗？没有。诶，我好像被他一甩到楼上，谢谢你啊，我就不跟你多聊了，我得先走了。从这里跳可以吧？好，再来就剩那边上面有一个，可是那个我在想要怎么拿才拿得到？吼吼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大怪物，你冷静！找不到我，最旁边那一个，它的位置有点高。嘿，但这边，哦，这个管子已经接到我脸上来了，所以那个不用拿。距离有点远了。啊！跑给他追也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我觉得是要引他过来。他说：“快点。”好好。
我们先把怪物引到这里来，是吗？需要引过来吗？还是不用，我只要直接走就好。啊，好，我们就快要搞定了。我们要把这边的一个秘密门，山谷里面一个秘密门，我把它打开。又是我去，对吧？他说他必须要把那个线修好。然后，所以我要负责去开那个转那个钥匙吧。怪物在那里，我要怎么过去？你倒是告诉我。我又要用我的生命遛这个怪物吗？哎，那边有一个门。哎呀，管他的，解冲啦！哎，那个线好像爬不上去，是不是？爬爬爬爬爬不上去，姐姐，你走这个门。嗯，哈哈哈哈，咬我呀！啊哈哈哈哈哈哈！哼，哈哈哈，咬不到我。哎，这边有。这个墙壁居然闪闪发光，这边居然有个箱子，这是我们之前的箱子，但是现在并没有这种水果，所以我们还是要上去给那个怪物咬。哎，他不咬我了呀，那我就要开门咯。好，我把这个怪物抓住，让它可以画线。好，再来是第二个。所以我们要遛怪物，只是用这种遛。好，再来是最后一个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哈哈哈！姐从秘密通道出来，姐又进去啦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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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啊！不要咬我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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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姐姐上楼！姐上楼！哇！糟糕！我们现在两个人被困在这里。哎呀，好吧，我姐姐让我牺牲我自己。哇！不！我就说这家伙他没办法跑直线，他跑直线就会歪。哎呀，不能跑直线，好可怜啊！这里，好好好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又掉下来了！你就跑直线不行吗？你混蛋！啊，好，我好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。哎，前面这个方块太阴险了，这方块稳定度太低了，这个。
哎，好好好。哦，天哪，真是讨厌这个方块，真讨厌。这个人明明他就有传送门可以用，他就非得用跑的，他就非得这样发射，他非得把。啊，他说快点，我们要开门。等等，啊，钥匙在哪里啊？他把钥匙放在哪里啊？嗯？哎，我没有仔细看，他刚刚说他把钥匙放哪了？但管他的，我们先。他是被关起来的，那就不怕了呀。看一下哦，钥匙在这儿。芝麻开门。糟糕，我觉得他会被怪物吃掉。怪物逃出来了。哦哦，画面太残忍血腥了，所以他转过去了。这情况不太妙啊！场上的活人都被吃掉了，只剩下我了，只剩下我跟我们的机器人小伙伴了。怎么办？他被吃掉了。我觉得这搞不好根本就是他的幻想世界啊，可能根本不是真的啊，是那女孩子的雕像啊。这是怪物的雕像，怪物他手里还抓着。他又活蹦乱跳跑出来了。哦，我们要把它关进这个大纸箱里，看到了吗？大纸箱，这应该真的纯粹就是他的幻想世界，我觉得。那前面有讲到说他爸爸是一个怪物，那我想他应该是曾经看到他爸爸干了什么坏事，就是家暴或其他的。那可能其中某一件事情他觉得很有罪恶感，他觉得他爸爸，反正不知道，就是从之前的剧情来看，然后这个机器人是在就是那个下雨的夜晚，他坐在车子里面，然后他爸爸不知道是他爸爸倒在地上，还是另外一个人倒在地上。对，反正那天他就跟这个机器人一起待在车子里面，他很害怕。那可能那天发生的事情，他有罪恶感或怎么的，他觉得是他的错，然后他又很害怕他的爸爸。但原因我不知道，他也没有交代很清楚。
再加上我有点脸盲，我不是很能够认得出来到底哪个是他爸。但我觉得他等下应该会有，应该结局应该会有交代。哇，那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折起来了。折起来了。啊。啊。这我要怎么走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上面感觉有一个图画的标志，在那边怪物现在应该在那个地方。可是我现在要怎么过去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它现在折起来了，我现在要怎么过去？想看啊，欸，前面那边好像有一个，欸，是我看错了吗？对，这边有一个这个。好，这样我们应该可以走正。好，挺贴心的，他知道有人会在这里摔。然后呢？这边有个拉杆。嗯，撸啦。好。哇，这个摔下去，我要重跑很长一段哦。边，这是最后的地点了吧？大怪物，他坐在这里发呆，搞毛呢？你怎么了？啊？那我们要怎么过去呢？哎，他被黏住了。哦，他是那个钥匙，所以这个是最后的。哎，糟糕，他只要一离开这个光，就会缩回去，所以不能离开。糟糕，我觉得露拉被吸收了。上不去啊，我哪都不能走呀。
不对，是我们现在本身就在移动。这是一个缆车，这是一个缆车。我们朝着这个山顶前进。那卢拉呢？被你说对了。哎，你看，这是他爸爸的形象，是他爸爸。我还是什么都不能干。所以这就是他爸爸在他心中形象是一个怪物。那搞不好那个小姑娘，搞不好她的姐妹还是什么。应该是最后剧情，你在交代这个最后的结局了。他可能又要回到他之前那个小房间里了。经过那段黑白画面之后，这个他爸爸又再次现出了怪物的形象。电车到站，睡着了吧？这家伙混蛋，还以为还在思考。那家伙在哪都能睡。这个塔，塔上还有奇怪的造型。嘿，这就是我们被怪物追着跑的雕像。这个塔是我一边爬这个塔一边下降的是吧？好酷炫的塔呀！等一下，这个塔到底有多高来着？不高呀。嗨，这不是塔，这是一个大齿轮。上面的图样是我被怪物追着跑的，怪物吃枣子的，我这个跳跃的。以及怪物吃青蛙的，游戏制作组真的很喜欢青蛙。好，这应该也是一个慢跑机。你干得很不错呀 ，Quico。看看周围啊，喜欢吗？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暴怒的怪物，就只有你跟你的回忆而已。拉拉看是什么意思？
这其实是指他跟他的玩具 Lula 一块玩耍的意思。那这个被怪物追着跑的呢？这其实是他被他爸爸家暴的意思。那怪物吃青蛙呢？这可能是哦，怪物吃小女孩，他可能他爸爸性侵害他的姐妹或什么的吧。这个才是怪物吃青蛙啊！哦，这是指他爸爸酗酒，这是他爸爸酗酒。好，那我已经看完一次了，啊，现在还要怎么样？哎，我们用四个都拉出来吗？四个拉出来了，这个没有拉到底吗？这里拉出来了，还是说我再把它推回去？推回去啊！哎，哦，他是要把它推到这个剧情画面，是要剧情画面。怪物吃青蛙，他爹酗酒。怪物吃小女孩，这个被，这是他还是那个小女孩啊？那是那个小女孩吧？还是他？应该是小女孩吧？是爸爸家暴。然后呢？该剧情了吧，混蛋。办法往回走呀，哦，这条线没有推到，没有发光，好，所以故事剧情开始就说很清楚，你没有办法把这怪物救活的，你必须要离开它。你没有办法治好这怪物，就要离开这里。你爸没救你，你快跑吧。怪物表示，我还想吃。要跳青蛙了吗？哦，跳出酒来。酒就是青蛙。我觉得这个意思是最后他点火把他家给烧了。他最后用酒精点燃了他家。
就是不知道是他放火的还是他爸自己 不小心弄饿啊。今天的剧情真是一扫前面可能存在的欢快情绪，虽然前面也不是很欢快，这个露娜也死掉，这个各种也死掉。怎么这么多小姑娘娃娃呢？这有什么情况？出现了电线杆，出现了。出现了一条路，还有吗？把这个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他居然还让我摔，何必这么对我？好跳欸，大大，来，等等，不会是这样叫我跳吧？应该是有个其他开关吧？把他爸推下去。木板表示我不想下去，我不想下去，我不想下去。他爸睡死。最后，他应该是要回到他那个小房间里去。这就是他来的时候的那个传送门。好，我们这个游戏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哎
用非常隐晦的手法，好，其实也没有很隐晦，然后到后面也其实也挑明了，但对于最后的结局，他是用比较隐晦的方式表示了他这个放了一把火，把他喝醉酒睡着的爸爸给弄死。拉丁，你居然笑，这么惨的一个故事，你竟然笑。对，明天这个故事很好看，各位同学们，各位朋友们，各位乡亲们，这故事很棒的呀。整个从他的这个，从他在房间里面这个害怕他爹心中的怪物，然后走向幻想的世界里面，可能试图他想要有找到方法可以去改变他的爸爸，但是后来发现这根本不可能，他后来认定现实说这根本不可能，于是他后来就放了一把火把他爸给烧了。很棒的故事，很棒的故事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，时间来看也差不多了。这个比我本来预计那个已经是最后一关，结果原来完全不是。好，这关不是一个这么肤浅的故事，它是一个很有内涵的故事。哎呀，我要给这个故事这个好评。那就这样子吧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，拜拜。